影集团马辣旗下的烧肉、火锅等品牌推出吃到饱的活动，只要姓名当中有开工大吉任何一个字，或身份证有0123任两码，就可以大吃乌鱼子、鲍鱼等顶级食材。另外，东势林场寄出门票优惠，每个人只要160元，还有涉及鱼池乡的民众凭证件就可以免费到九族文化村游玩，顺便赏樱花。满满的乌鱼子摆上烤盘，香气扑鼻而来，再搭配肉片一口咬下，九孔鲍鱼下锅，口感软嫩 Q 弹，赶走补班的鱿鱼心情。连锁餐饮集团马辣旗下烧肉、火锅等品牌近期推出吃到饱活动，只要一人姓名中有开工大吉任一字，或身份证中有0123四码中任两码，能大啖乌鱼子和鲍鱼等的顶级食材。放完年假10天回来，加上最近要补班，所以难免会有些厌世。我们想说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方案，让民众有个小确幸。补班疗愈小确幸，还有麦当劳寄出大薯四块、麦克鸡块等等，加一元多一件促。汉堡王则是在2月4号和18号两天消费满249元，再花88块能加购花生安格斯牛肉堡。园区内观赏梦幻樱花美不胜收，2月4号前只要是涉及鱼池乡的民众，凭证件能免费进入九族文化村玩设施，还能赏花。另外，剑湖山推出双人套票，只要599块，吸引游客上门。这样打折下来呢，大概不到3折的有，不到3折了。补班补课的，那我们也提供这样的优惠特价750的一个活动。满山遍野的粉色樱花，仿佛置身国外。台中东势林场也有赏樱活动，门票下杀160块钱，一人能省90元，补小补。不论吃喝玩乐，都寄出相关优惠，帮大家补班日打打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